你们八九十名工人工资不发，你们不要想离开海南回去过年。我明确告诉你们，我把你们全部都编控了，你们都住不了岛，工人过不了年，你们也过不了年。老板拖欠农民工一点二亿血汗钱，民工讨薪数月无果，老板全家还要出国逍遥快活。刘警官为民工兄弟撑腰，放话不给钱就拘留。那么事情的经过是什么？这天，海南警方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，那头的人声音很慌张。 表示工地上有十几个人在打群架，场面控制不住了。听到这话，刘警官立刻叫上几个民警一同出动，想要尽快赶到现场。在路上，他十分忧心，临近农历新年，不良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频发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刘警官等人一直在几个工地往返，为农民工兄弟解决问题。然而到达现场后，场面却出乎意料的和平，根本没有打斗迹象。原来， 是讨薪一个月无果的几个农民工将工地的电关了，想要以此逼迫老板现身，结果却毫无用处，不得已才给打电话报了假警。听到这话，比起发现民工谎报警情的愤怒，刘警官心里更多的是无奈。毕竟农民工累了一整年，等的就是发工资这几天。于是他告诉讨薪的几个人，如果拖欠工资的情况属实，可以去找劳动局或者警方举报，但不能拉电，一是不安全，二是会扰乱工地秩序。 而后，他强调，不管警情是什么，警方都会尽快赶到，无需虚报或夸大现场情况。最后，刘警官让几个农民工稍安勿躁，再三保证，警方会找到工地老板，帮他们拿回应有的钱。说完这些，刘警官找到工地负责人，问其要了公司地址，准备找到老板，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本以为此事能和平解决，谁料到达现场后，老板的态度彻底点燃了刘警官的怒火。啊，如果他到时候出现农民工工资付不上。 我们该抓谁就抓谁，依法抓了之后，保证你们这农民工工资你们还得掏。无良老板拖欠农民工一点二亿工资，正义警官霸气出手，当场怒斥黑心老板。接到报案后，刘警官第一时间安抚了农民工兄弟，而后就驱车找到了拖欠工资的黑心老板。他厉声说：“如果不将欠款发下去，就等着接受法律的严惩。”然而，这个黑心老板一看就是惯犯了。 根本没把刘警官的警告当回事，全程在顾左右而言他。一开始是不断卖惨，说什么自己也不容易，还没拿到钱，如果拿到钱了，自然会给农民工发下去。但是经常处理欠薪纠纷的刘警官知道这人是在耍滑头，直说老板要是再不给农民工发钱，就等着被边控，不要想离开海南。眼见着来人如此强硬，老板转换了思路，话里话外的开始暗示，说自己上面有人。听到这话，刘警官险些怒极反笑。 这个黑心老板显然不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。很多干工程的老板都喜欢搞裙带关系，打通了一些人脉后，就敢在法律红线上反复横跳。但是刘警官带领的队伍，前身是武装警察部队，之前干的都是边防工作，穿的是军装。后面虽然因为边防部队集体改制成了公安队伍，但在执法时。 他们也是按照部队的标准，手腕非常硬，该如何就如何，不会受到那些社会关系、人情世故的影响。目的就是制住这些有点势力的老板。在刘警官一行人面前，没有谁是啃不动的硬茬子。因此，刘警官根本不吃黑心老板这套。双方一时间陷入了僵局，直到一个电话打来。 那头的人和刘警官的交流同样与欠薪有关。听清内容后，一旁的黑心老板是再也不敢耍滑了。你们八九十名工人工资不发，你们不要想离开海南回去过年。我明确告诉你们，我把你们全部都编控了，你们都出不了岛，工人过不了年，你们也过不了两年。工地老板拖欠农民工一点二亿工资，民工讨薪无果，刘警官霸气撑腰讨回，放话不给钱就拘留。事情最后能否解决？在谈话阶段。 刘警官发现这个黑心老板显然是个老油条，先是卖惨博同情，说自己也没拿到钱，又是想搞人情世故，说自己上面有人。但刘警官根本不接招，警告黑心老板如果不支付劳动报酬，很可能被刑拘。场面一度陷入僵局。一通电话打破了会议室的宁静。临近年关，刘警官一直在处理讨薪相关的问题。某个幼儿园工程同样是老板长时间不付工人工资，同事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刘警官，刑拘正办好了。 随时可以去抓人。挂断电话后，刘警官特意强调，不管是多大的老板，他都不会给面子。这招无异于杀鸡儆猴，隔山打牛。旁边的黑心老板顿时变了脸色，一改刚才的不屑，态度诚恳了不少。他让刘警官稍等片刻，随即不知道跟谁打起了电话。十几分钟后，黑心老板再三跟刘警官保证，不出几天就能有钱。但刘警官仍是不放心，毕竟很多老板说过几天，结果直接跑到了国外逍遥快活。 农民工根本找不到老板在哪，因此刘警官让黑心老板必须说出一个具体日期。原本想把警方劝走，再想计策的黑心老板，最终只能报了时间。之后的几天里，刘警官一边处理其他警情，一边注意黑心老板的动向。到了黑心老板承诺的日子，刘警官也赶到了现场，看着辛苦一年的工人终于拿到应有的薪水，能好好回家过年了，刘警官彻底放下心来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黑心老板，无疑是最为可恨的。